等哥哥，你怎么的啊？瞅了瞅旁边的白菜，是个什么？嗯，你要吃啊？这个不，不要扫了。你就挑食吧。我就喜欢吃便宜的肉，我不挑呀。我把你做的肉都好吃，吃肉好吃了。吃点青菜，不要挑食，你都没有妹妹高了。啊，不想吃。懂得多，最厉害，才不是。你妈会做饭，会做。不行不行，你今天也得夸夸我。就知道夸爸爸。那你才想夸嘞。人家发火，他也不会。笑回来。